大家晚上好，过年好，欢迎来到直播间，我是人见人爱，猫狗见了就想来我家的喜猫。刚才一直在放鞭炮，比较吵，所以我就没有说话。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，除夕好。一峰好，东东哥好，柔柔好，喵宝儿好，黄茶好，坐心好，松石好，吃啦吃啦，早就吃饭啦。大星星好，可能是隔壁小区的，我也不清楚，还没有注意看他。布鲁日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直播间。今天是虎年的最后一天，跟大家一起度过。红豆好，对，顺子。顺子，他都不会走路啦。啊，你好呀，牛仔。边吃边看直播，现在才开始吃吗？毛毛还没有下来，因为刚才，本来是7:30直播的嘛，然后一直都在放炮，就非常的吵。然后我就等到没有放炮了，谁知道一打开它又开始放炮，特别响。点点本来今天想给点点穿个衣服的，然后死活都不肯。啊，铸币大头好，欢迎来到直播间。大家年夜饭肯定是吃了的，所以我今天就不问你们了有没有吃饭。北方的年夜饭吃的早一些，下午就。所以我今天就不问你们了有没有吃饭。北方的年夜饭吃的早一些，下午就中没有尿床，他没有尿床啊。然后南方的年夜饭就吃的慢一点，时间晚一点，所以我们家也是啊，大概5点钟那样才去吃的年夜饭。对啊，今天要问年夜饭吃了什么，不是吃饭了没有？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阿伦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点点，今天啊，你猜猜是谁？今天的劫财猫是哪一位？猜一猜啊，待会儿他肯定会下来的。今天有红包抽吗？我看到你们有在抽红包，夕颜好。等会儿应该就春晚就开始了，就会很多人去看春晚。黎哥好，黎哥好，一峰好。蒸饺是吧？我们昨天吃的蒸饺，妈妈，小毛来啦。啊，我们昨天吃的蒸饺。我们昨天吃的水饺，因为不想今天吃昨天的剩菜，所以今天吃昨天吃的是饺子。然后今天也没有做很多，如果做很多的话，那个年夜饭就要吃到元宵节啦。所以就有多大能耐就做多少吧。啊，虽然是比较简单，4菜1汤，但估计还是要吃2-3天才能吃完。点点怎么啦？点点一直看着我。啊，金先生好。毛毛没有带呀，毛毛刚才不是下来啦。啊，波布兰好，6479好。啊，目前还好，但是再晚一点就不知道了，因为12点钟肯定要放鞭炮嘛。啊，希望他今天能够不要那么焦虑吧。想养多几只猫？你好呀，2个人3个菜也是挺好的。谢 Coco 好，啊，待会会小猫咪会下来的啊，待会一切会揭晓的。对，其实打边炉是最好的，打边炉啊，菜不会就明天再做一个锅底就好了，就没有这么麻烦。谢谢 Ivy 的投喂。看熊哥，
熊哥抱着他的糖葫芦在那里猛啃，哎呀，好好笑！别吵，你已经出去玩过了不是吗？嗯，熊熊要吃糖葫芦，很开心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在 B 站过除夕。嗯，余威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小点点满脸的疑惑。谢谢大家的投喂，谢谢大家的投喂，谢谢松石。大家不要花钱啊，不要花钱，不要花钱。美青姐好，苏菲好，小姐姐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木木好，班长好，泰德好，小咪好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，MH60 好。是不是因为我迟到了，所以刚才大家来过了，然后又出去了，看我没有开播。谢谢机长的红灯笼。我有猜机长是谁，但是我不说。啊，纳皮好，美丽姐好，她在这里鬼鬼祟祟，猫猫祟祟。阿仔，你不要在这里好不好？他这一直在我脚下，阻碍我发展。嗯，劫财猫都要行动了，你还在干嘛？仔仔，穿了衣服的都没有来啊！穿了衣服的猫都没有来，我要想个办法啦。点点，快点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我老是看成点点当成红包抽，我老是看成这个，老是以为说月亮好，哎，不对呀，那我猜不出是谁啦，东东哥来啦，我看到东东哥，那这个不知道是谁啦。元宵住二楼，晚上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，欢迎欢迎。啊，一下子就从46名跑到38名了，还是不错的啊。今天晚上的春晚啊，我应该看，不会看啦，因为我直播的期间我没有在外婆房间的话，基本上就是看不了了，而且我也没有太多的兴趣。如果大家待会儿啊春晚开始的时候想去看春晚的话，就去哈，不用在意我有没有在直播。然后啊，想看电视的就去。磊人好。啊，我其实是不会开电视机，我是不会开电视机，所以我都不看了。现在的电视机太难了，太难开了。妈妈，顺子，完了完了，那个劫财猫代表现在还没有下来。顺子穿了小红衣服，可好看了。顺顺，顺顺。对对对，边看边直播也行。我去年是因为有任务，所以必须要看春晚。今年呢，没有布置下来这个任务，或者是说我没有领这个任务，然后就不需要。嗯，啊，除夕快乐，除夕快乐，小月。没有没有，顺顺不是，那个大使还没有下来啊。待会看到了就好，啊哈哈，欢迎欢迎小飞侠，吃香菜的小石，欢迎，好像好久没有见你哦，6479好，好啦，劫财猫进场，今天的抢钱大使会是谁呢？啊哈哈哈哈，抢钱大使来啦！乐乐啊，来抢钱啦！今天年30还没有红包呢，要初一才有红包啊！抢钱大使来了，弟弟，你好好表现，妈妈待会给干干，好不好？啊，目前来讲还可以，晚一点就怕那个12点钟放炮。白天还好，就是12点的时候，就是整点的时候肯定会放炮的。
啊，那个时候就比较担心。毛毛啊，毛毛去哪里啦？小麻，小麻去哪里啦？小麻，来看一下穿了衣服的小伙伴们都去哪？你看你的衣服都成什么样子了？嗯，你的衣服都成什么样子了？顺子，顺子。节拍猫到处走，弟弟，弟弟，弟弟，好标准的节拍姿势啊！今天，对对对，今天先先给他演习一下，明天就好去讨红包了，好不好？去贝贝家要红包，好不好？你敢不敢去的？嗯，乐乐。哦，圆圆要吃啊，还没有吃的啊。我们家呢，今年呢，因为没有准备，就是我也生病啦，小姐姐、小哥哥都生病啦，所以我们就没有拍过年的视频，不像往年怎么也要拍一个变装秀啊之类的，是不是啊？今年就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所以但是会拍一个新年礼物的开箱，本来谢谢 Dimer 的 donate，今天那个蛋卷是不是 Dimer 买的？我怀疑是 Dimer 买的，因为只有广东人才知道这个东西，就是才知道他家什么好吃。我开始以为是 Coco，后来我一看，因为 Coco 给我寄了好吃的，但是我一直都还没有拿到。我刚想说什么，忘记了。哦。说本来小熊好可爱。本来是想等到那个新年猫的新年礼物到了才拍开箱的，结果呢就一直没有那个物流信息。结果我拍完了，今天他们的礼物到了，一个是他们洗完澡的烘干箱，然后还有一个是。乐乐饮水机的加热棒，结果那个给我寄错了，寄了一个鱼缸的加热棒。那个加热棒，鱼缸的加热棒是很贵的，500多块钱，所以我跟他们讲，我再给你寄回去吧，就不要给我送了。丫头片子好，乐乐去拉尿尿了啊，这是好事情啊。刷刷响的，我听他拉尿拉的刷刷响的，就很开心。头哥穿的是狗狗小时候的衣服，狗狗第一年拍那个拍艺术照的时候穿的那件衣服。糖糖，动一下啊，糖糖，袖子怎么都跑出来了？他的袖子，头哥满面愁容，明月好，两个明月好，太子好。头哥的袖子都跑出来了，圆圆说他一下，对呀、啊，变成袈裟了，来我给他穿好，他逃来，他逃，来呀、啊，这样怎么搞啊？当和尚啦，当和尚啦，他逃。阿玲一直在看他自己，在那里看他自己。看得津津有味，好好笑啊！你怎么这么好笑啊？玲玲，他在看自己。毛毛在这边，我先给大头把衣服扯好啊，先把大头的衣服小大头有一点害羞啊，小大头，他逃来呀、啊，来不来？对啦，来啦，快点！哎
呀，大头来了，那妈妈帮把衣服撑好。对啦，这就对了嘛，是不是啊？看一下我们大头啊，威不威武？哎呀，Coco 看到了要喜欢死了，是不是啊？一个劫财猫，一个招财猫。哎，劫财猫现在在求招财猫，亲亲抱抱。那进去了，进去了，弟弟。劫财猫要自己去坐牢。他他，哎呦哎呦，熊熊熊熊都不认识大哥了。他他，好帅气呀！是谁这么帅的？哦，这个手太长了是吧？我帮他卷一下袖子，袖子太长了，然后走不了路。妈妈帮卷一下袖子啊！哎呦，给我大头卷一下袖子。走路了，帮他把袖子卷了一下，这样就可以走路了。嘿嘿嘿，他他，身上还背了一只熊猫呢，是不是啊？小大头，嗯，拜年啊，给大家拜年啊，拜个早年啊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说什么？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你们两个在干嘛？啊？黑吃黑在干嘛？黑吃黑小姐妹眼睛瞪得这么大的，你看他们两个还是一个大一个小，还是很有区别的，是不是啊？点点，点点在看什么？这个是电话，这个不能吃的，这个是电话。点点想吃电话，这个好贵的啊，吃不饱的。欢迎新朋友、老朋友来到直播间，欢迎大家！喜欢我们的记得订阅一下哦，关注一下哦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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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刚刚才说完，你们两个好，开始啦，表演啦，开始表演了啊！现在是舞狮子，我们家舞的是黑狮子，开始舞狮子大赛。看那个坏的很呐，他坏的很呐，他啊，妹妹都懵逼了，给你弄的。点点来，点点，他好坏的，一巴掌就把他推出去了。看我们头头，头头要上他的宝座睡觉。哎呵呵，太太哦，动一下呀。他一直在睡觉，糖宝宝应该把衣服给糖宝宝穿了，是不是？糖宝宝，那个顺子他都不会走路了，现在都不知道他在哪里。顺顺，妹妹，晚了，那两个穿了衣服的都不会走路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谁跑得最快？我看谁跑得最快。来了一个。来了一个啊，来了一个，妹妹，那，快来，两个，那来了，妹妹，妹爸爸，妹，那妹帮，妈妈给，去了。顺子，顺子，妹妹，帽子那是一个帽子，有球球的帽子，背了一个球球的帽子。年夜饭开始啦，其实已经吃过年夜饭了。小猫咪们的年夜饭，刚才外婆做的鸡胸肉，但是有一些猫喜欢吃，有一些猫不喜欢吃。妹妹，奶妹，喂鸡啊，小熊，乐乐要喂呢，乐乐他不肯去吃呢，奶，
你要搞好你的工作啊，今年能不能收到红包就看你来了了。一在，大过年的也要被骂是不是？我弹鼻子了啊。他桃不吃吗？他桃，那弟弟嘞？妹妹不会走路了，小碎步，好好笑。妹妹在小碎步，来啦！那乐乐弟，画画。快糖，那妈妈给，哎，糖，一颗都没丢进去，他都看不见。啊，乐乐今天还好，乐乐今天是红包大师。哦，Coco 来啦。跳槽。他头按耐不住了，要从里面跑出来吃。那太太，太太，太太，妈妈给呢，太太。乐乐这种，他不是那种慢性疾病，就是他。应激了就会有事，没有应激就没事。所以说啊，我也不敢说他好了，或者是不好，因为未知的啊，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。只能说今天还行，啊，其他的都不敢太多，说得太满。大头，你看大头把衣服穿成什么样子了，大头。好好笑哦，涛涛嘞，涛涛，那妈妈给涛涛，快来，涛涛，完了，这个猫不来了，大头来，大头，快点，那，大头，穿成了晚礼服，好好笑。那个本来就是狗狗的衣服，所以那个衣服比较小啊，比较大，是小时候狗狗小时候的衣服。好好笑，大头你怎么这么好笑？对呀，等会儿他过来了，我再给他把衣服整理一下。妹妹来了，妹妹，啊，看一下我们妹妹啊。那毛毛谁叫你不穿？不是不给毛毛穿，是因为毛毛的腿太短了。给毛毛穿的话，它就不会走路了。那姐姐，大头，好好笑啊！大头，你怎么这么搞笑的？像一个没有包好的粽子在地上走，好好笑。顺子穿最好看，待会儿你看顺子，他现在不下来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顺子穿很漂亮，三花猫穿衣服都很漂亮的。哪没吧？妹妹她不敢直着脚走路，她不敢把那个站起来走路，她是蹲着走的。这个衣服也就是给她直播的一。直播的时候穿一下，平时不会给他穿的，因为这种姿势走路是不健康的。涛涛嘞，涛涛，涛涛要去凶谁？哈，大嫂，妹妹嘞，妹妹，妈妈给，来来呀，走过来呀，毛毛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妹妹阿姨吃。哎呦，这个小毛。妹妹嘞，妹妹，
自己找到了一颗。明天要换人穿了啊，今天那另外一个完全是不出来。飘哥又上头了，飘哥在那边，好好笑，飘哥好上头啊，刚才被骂了还敢抢，那绿宝宝，妹妹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好乖呀、啊，哎。先把毛毛哄一下，要不它一直来抢。乖啦，嗯，飘哥很嗨的，现在开玩得很开啊！你看他这个样子。连大头都吓到了，你怎么是这样的飘哥？大头都吓到了，好好笑，他像发了神经一样的。他讨厌玩，哎哎，不要打他。大年30的就要出家了，大头啊，自己穿上了袈裟。看看啊，看看，我要去给他整理一下他的衣服。啊，有薄荷，对，这个是猫薄荷的玩具。对呀，熊熊今天是卖萌很积极。我们家的地毯今天是最多猫的，平时是没有猫睡的。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地毯，明明是很暖和的。哦，乐乐要吃啊，那小乐，小乐嘞，头哥要干什么？头哥 给你们正面看一下头哥啊，糖 糖。糖，柔柔帮截一个图，待会儿用这个做封面。糖糖，哪里了？去啦！走了，啊，果果丫头好，还要去闻一下你哪位？那个肚子太好笑了，那个肚子，我去给他整理一下他的衣服。顺子，顺子彻底的啊，哦，不愿意来了。哎，刚穿好一个袖子，那个袖子又要掉了，好好笑，怎么这么可爱，大头？嗯，这里不能来偷的啊，这个点点他就是想偷我的东西。米兰好，你看那个袖子，我刚给他整好一个，他又成这样了。所以大头注定就是当和尚的啊，他没有办法有女朋友的，自己选择的。顺子没事没事，他就是穿了那个衣服，他不愿意动。大头非要穿成这个样子，他才爽。阿仔被那个黑吃黑小姐妹骂了。
哦，春晚开始了是吧 有什么好笑的、好看的，待会儿都分享一下。妹妹，你看妹妹多乖呀、啊。哦，没事的，她如果不舒服，她自己脱得掉的，那个衣服很容易脱掉的。她 如果觉得不舒服，她可以脱得掉的。新的女主持，哦，对呀，鲁智深，叫的声音林黛玉，然后动起来就是鲁智深，一仔，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？你刚吃完你的饭饭不是吗？不会的，妹妹会走路的，她穿了这个衣服，她自己从楼上下来的。就是那个顺子没有下来，你看他，我要笑死了。现在穿成肚兜了，大哥，这个是正宗的肚兜，因为刚好在肚子那里，笑死我了！现在是真的肚兜了，再也弄不好了，是啊，这个袈裟都不止了，这个，可爱的要命。对呀，太可爱了！这件衣服还买的蛮贵的，当时给阿仔买来拍照的。怎么啦？乐乐，不要去那边，待会泡的声音很大的，乐乐。对，抹胸真的是抹胸。弟弟来，弟弟。大头太好笑了，待会他就会自己脱掉了。他不喜欢，他会脱掉的。大头今天晚上是负责来搞气氛的，太太，你会不会讲脱口秀啊？他不会脱口秀，他只会脱衣秀，两个衣袖都脱下来了，脱衣袖，我也会谐音梗的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哦，阿仔脑袋都穿不了了，刚才我是刚好在楼上的时候放炮，我把乐乐抱到那个。洗手间去，但是没有用的啊。就像我们家地下室，我们家地下室是有天窗的，就是那个天窗刚好在院子里面，所以那个地下室的声音也是很大的。地下室只是说比较暖和，并不隔音。大头，好潇洒的步履。特糖，特糖。妈妈帮你脱，特特来，头爸爸，他搞得像穿了维密的那个天使翅膀啊！不刀新年快乐，预祝大家都新年快乐。他还很享受啊，很享受这个衣服，维密天使。对呀，好笑。谁让你玩这个的？这是猫咪的，不要搞这个啊！待会我就生气了，不许搞。应该是吧？因为我现在我在直播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其他。家人的一些动态是怎样的？我在直播嘛，我猜应该是吧。大头，顺子，想让顺子下来给你们看有多漂亮。顺顺，我去抱他来给你们看一下啊，他不喜欢穿就不给他穿了。
啊，我有倒水，那个轩轩有给我倒水，我忘记喝，等一下我先把顺子带来。大家看一下我们小顺子有多好看啊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不能动，要拜年了。你拜不拜年了？你要不要红包的？嗯，我看从哪里翻过来啊，我忘记了。啊，从哪里翻过来呢？哦，这里。看一下我们顺子啊，拜年啦！你看，肚兜了，变成嗯。恭喜发财了没有？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！今天是顺子叫顺子姓李的整整一年啊，去年的1月22号来的，然后今天是刚好一年，对不对呀，顺顺？嗯，是不是小顺顺？所以今天是我们。顺子应该说是他的1岁生日吧，应该说啊，来我们家的第一个新年。看一下小顺子，顺子嘞，顺子，给他一点吃的。顺姐，顺家。给大家看一下我小顺子，嗯，起不起？起吗？哎呀，好乖呀！来了，哎呦，妞妞来了。那小顺子，你已经吃过了，就是顺子没有吃。那妞妞没有吃，顺子去哪里吃？顺子啊？顺子有一点胖啊，他8斤了，所以说我们顺子穿这个衣服还是有一点，有一点显肉的，因为它是长毛的嘛，然后一穿就变成了一个狮子王。奶奶给顺子啊，阿仔别来，走了没有？这个狗现在有一点不自觉了啊！好不好行？哎呦，掉了！就在这里吃，就在这里吃。那顺顺，怎么样？
尿尿，你穿好不好？不要顺着穿，你穿好不好？嗯，我刚才上去找他的时候，他穿着这个衣服躺在他的楼楼里。我们家不是有一个睡觉的楼楼，躺在那个里面。那来来，外面一直在放炮。哎呀，妹妹跑过来了，你看我们妹妹穿了衣服，完全没事。妹妹，妹妹，你要不要穿衣服？你要穿衣服就给你吃。两个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相遇了。那顺子，顺子走两步行不行？嗯，走两步行不行？妹妹，轩轩，对啦，顺子，阿点不小心掉地上，点点点，嗯。点点，理查花痴去了。我刚才给点点的那个掉到地下去了，掉到那个凳子下。哎呀，一仔，这个狗真的有时候真的想撵它出去，它就是一惊一乍的，搞得猫都害怕了。那来了。宝宝，嗯，小宝宝，那顺顺，顺顺来，顺，哈哈，不会走路了，这个衣服不好啊，显得屁股大。妹妹来吗？妹妹。躲那么远啊！大头去哪里啦？大头，宝宝，拿点再来吃一个，待会吃罐罐了，不吃这个了啊！休息一下，吃罐罐。哎，你总是掉到地上去了，就不能好好吃饭啦？我去给大头把他的衣服给他脱掉，他不要穿。然后待会就我喝一点水，我们就。太太要不要脱？好像也不是很想脱啊，那就穿着吧，穿着吧，还蛮暖的，所以他也不是那么想脱。如果想脱的话，他会就是会争来争去啊，他想脱掉啊，他会有那样的举动，所以还一在出去，马上。抢猫的东西吃，小点点都被吓到了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我帮你掏，我帮你掏。那个下面有一个刚才丢进去的那个冻干，他在掏那个冻干。可怜兮兮的，主要是他刚吃完饭，还有猫吃东西的时候是不能让他吃东西的，要不他就没有分寸了。猫也是狗的东西，猫也不可以吃，这是规矩。妹妹，要不要走一个秀啊？嗯，妹妹，对，那个他们不是很爱玩。有时候会把那个老鼠拔出来玩，就是上面那个白色的老鼠，把那个脑袋拔出来，
它不正经闻，没有了，已经掏出来了，它还在那里掏。这个猫真的好好笑，我喝一点水。劫财猫来了，劫财猫。对呀、啊，有一只是小手套，它不是黑色，这个是点点，就是我今天早上发的视频，抓到的那一只小猫。对呀、啊，它一直在找，它认为那个只要是那个凳子下面就一定有吃的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坚定的认为 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 他就觉得那下面是有的 花花，小花，小花，花，外面又在放炮了，我等一会儿再说话啊，好吵啊。那个放炮的不是我们小区的，片尾，我自己不记得了是哪里哪个部位，要去看一下才知道。你是说跟大头睡在一起那个画面吗？我反正是投诉了，我不知道别人怎样，因为我知道我昨天不是扒窗子看了是谁嘛，直播完的时候我也有投诉。就是那个时间段，就算允许放鞭炮，也不是那个时间段放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又不是大年三十啊，也很扰民啊，对不对？哦，片尾监控啊，片尾监控我就不剧透了啊，我就不剧透了，到时候你们看是谁。有一个你肯定知道是谁，另一个到时候你们看。就是因为他们进去了，所以才搞得全家要驱虫嘛。可以放啊，就说如果是国家说可以放，没关系的。但是你晚上又不是年三十，你半夜放是不是啊？那多人家就不用休息了吗？劫财猫已经去睡觉了，他今天晚上还没有开始发红包，所以他也没有必要在这里守着。谢谢我的好爸爸，你看我这么叫你，听着是不是挺爽的？每个人都要叫你我的好爸爸，妹妹，我再喝点水。顺子要去哪里啦？顺子，顺顺，顺顺穿了这个衣服都不会皮啦，我给你脱掉好不好？脱不脱？奶奶给脱掉好不好？要不要脱？顺子，你别动啊，继续动。顺子，奶奶给一个好玩的，哎，要不要？要么，它不会走路了。要是平时啊，肯定马上去叼起来就跑了。那个大屁股像个裙子一样，那个毛毛。所以顺子的毛毛有多长？你看一下，它的毛好长，下面跟穿了一个蓬蓬裙似的。顺子来，来，奶奶给脱掉，过来，来啦。顺，来呀！
脱掉吧。反正就直播穿一下助助兴，是不是啊？轩轩，脱不脱？嗯，脱不脱？还要穿吗？还要穿啊？好可爱呀、啊，小顺子，你看这个毛，这个边边像穿了一个小天鹅的裙子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小天鹅的裙子？嗯，脑袋也变大了，这个衣服有特效啊。那、啊、从这边看一下我顺子，要是不蹲在厕所旁边就更好了。走过路过都要摸它一下，闻它一下。真的，他那个裙摆好好看哦。好了，不穿了啊，不穿了，来了，来给脱，来了，来了，哎，不穿了，不穿了，不穿了，来，奶奶给脱，不穿了啊。我听到有猫叫，我在听是谁在叫。又不叫了，这两天老是听到外面有猫叫，但是我去找又没找到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来，脱了再走，脱了再走，脱了再走。来了，我把手机架起来，现在没有办法架，没有办法动。那那个，一起脱了再走。来啦！这里啊，我来给你脱。给他脱了再走，要不他真的不会走路啊！顺子，顺子，别走啊，别走啊，别走！当众脱衣服，女明星。谁拉了粑粑？好臭！轻轻的啊，轻轻的，对，还有一边，还有一边，还有一边，谁搞我的李晶晶？是谁在搞李晶晶？哇，瞬间蓬松，是不是啊？刚才好小的一个猫，现在毛一抖，瞬间蓬松。再甩一下，顺子，去吃饭去了。对，这个大屁屁，妞妞你要穿吗？妞妞，奶给穿好不好？妞妞不知道喜不喜欢穿啊，试一下。如果不喜欢就给它脱掉，如果还行的话就保持着。来啦，啊，你好呀。那个字我还不会念呢，无音是吧？那个是不是念音？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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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！小猫咪，小猫咪，哎，我抱在身上，别动，别动，哎。还有一个手手，还有一个手手，还有一哎呦，好好看啊，小妞！哦，这个做封面可以，绝对可以啊，小妞。还是妞妞穿最好看，是不是啊？小模特哦，气鼓鼓的，完了，气鼓鼓的，整个猫都气完了，整个猫 去哪里？摇摇摆摆的去哪里？对呀、啊，太可爱了。哦，仙人好。对，长公主就是长公主啊，还要穿这个衣服去锻炼吗？搞成瑜伽服啊，待会吃东西它就会出来。谢谢谢谢投喂，谢谢投喂，妞妞，
小妞，来呀，过来。哦，跑起步来了。妞妞嘞，妞妞，来不来？小时候也是穿这个衣服的，小时候他是有小小号，那时候妞妞是最小的嘛，全家，然后他有一件小小的衣服，啊，那时候跟牛牛一起合影啊，他穿了一件小小的衣服，很可爱的，是不是啊，妞妞？爬起来吗？现在你们有没有看到好看的节目啊？我觉得好像就是相声、小品，我会比较还有舞蹈比较喜欢看一点，其他的我不是很喜欢看。唱歌啊，我现在都好久没有听流行歌了，不知道流行什么，我只知道老歌，很老土的，所以我看那个春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。谢谢谢谢谢谢投喂，谢谢我的好爸爸。牛蛙，牛蛙，谢谢。大家投喂不要钱的多投多投一点，要钱的就不要搞啊！开始了，锻炼身体，跑步值了，怎么办？没有办法按照一个直线走路，妞妞不能去当维密。他其实是想走，但是他那个位置走不掉，就一跑他就会动，他走不掉。妞妞，去哪里呢？很灵活。对，很多明星我也不认识的，因为我不看电视剧嘛，然后真的是很多人我都不认识。像很红的那些流量啊，我都不认识，你不要说其他的。我只认识一些电影演员，那个是什么？哪里来的一个纸糖宝宝开始玩起来了？不会的，他不会要去躲起来的。妞妞还是，穿衣服他还是挺适应的，跟妹妹啊、大头啊、鹿宝宝他们一样，就是他穿衣服他还照样可以走来走去、跑来跑去，还好。就是小顺子刚才有点不适应，所以赶紧给他脱了。乐乐穿衣服也是还可以的，升级一下牌子，行，那我就谢谢你啦。电视剧嘛，我好久都没有看过哦，就只看韩剧一种，因为韩剧可以不用连续的去记那个剧情嘛，就是有一集看一集，所以无所谓了，就一直在看韩剧。谢谢布布，谢谢布布。啊，乐乐稍微好一些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都不会念你的名字，除了第一个字我会以外，红字我会，啊，其他的字我都不会，啊，文化少，没办法啊，文化太少了。乐乐在这里呀。他趴在那个暖水袋上面睡觉，那里是一个暖水袋。他趴在那个热水袋上面，我每天早上会把那个热水袋加热，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又加热一次。不是早上啊，下午大概3、4点钟吧，会加热一次，然后到晚上去睡觉的时候。又再加热一次，然后跟这个电热毯的时间错开来。BB 呀，BB 在楼上。我为什么今天没有在楼上直播呢？因为楼下要录屏，所以我就没有在楼上直播。我不想让小姐姐那么辛苦跑来跑去呢。今天过年，我也希望她能够 想干嘛就干嘛。BB 偶尔也会来楼下啊，但是今天还没有来。啊，等一会儿不知道会不会来，红色的薄圈嘛。哎，那李老师要嘚瑟一下了啊！BB 现在他都不躲我了，只是我不能走他太近，如果我走太近，他就会跑掉。小姐姐吗？小姐姐，你不记得啦？他提前休了年假的，就是21号那天发货发错嘛，就是21号。
不是他发错啊，是我弄错了，就是，哎，反正操作错误了一些。然后他是二十一号要回他，22号要回他们，要回家，然后提前休年假。啊，他回来的时候没想到回去了就感染了嘛，就阳了，阳了。结果呢，他也是十几天，跟我一样十几天才好。9号回来的，然后就跟我们在一起过年，这样挺好的，这样挺好的，就多一个人啊，又觉得热闹了一点点。以前是我一个人过年，后来就到外婆来跟我过年，然后到现在还有小姐姐一起过年，就觉得很开心呐。每多一个人都热闹一点嘛。要是我跟外婆两个人的话，做2个菜都多了。说真的，就没有那么好玩了，是不是啊？本来那天去万师傅家，我也打算带小姐姐去的，但是没想到她那么突然，就是 我一度以为，就是不举行这个火锅聚会啦。因为白天没有消息，所以外婆就做饭啦。然后我想了一下，如果我把小姐姐叫走的话，外婆一个人在家，就不太好了，因为我的车只能坐下一个人嘛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像今天直播，小姐姐帮我拿碗下来呀，拿杯子下来呀。虽然是小事情啊，但是我就不用跑几趟啦，也算是很舒服吧。就是这种有人帮一下你啊，然后有人体贴一下你啊，这种很舒服，这种感觉很舒服。这两天你们下单的小朋友们都收到货了吧？为了让你们过年穿上新衣服，我真是不计成本啊！那个今天寄了一个快递，花掉了我40多块钱，因为今天要加收那个。基础调节费就是顺丰，所以我也不管了，因为如果不是想新年穿衣服，谁会在这个时候下单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我就赶紧给你发过去了。明天应该就能到了。对对对，搭把手就会觉得舒服很多。黑吃黑小姐妹一个已经几斤啦？昨天称6斤了啊。然后另外那个可能就只有5斤，三黑确实是三黑，琪琪说的好，三黑应该一个人穿一件红衣服呢，是不是啊？没事呀，大家高兴就好。啊，还有这样的呀？那柔柔也没有穿成新衣服，我问柔柔要地址，她一直都没有给我，我本来打算送一些东西给她。粉丝头子就有个粉丝头子的样子，对不对呀？班长今天应该是在妈妈家过年。唐爸爸，唐爸爸在干嘛？唐宝宝无处安放的小手，好像穿了衣服一样。哦，3件，你居然买了3件，不是不是，一个大一点，一个小一点。我之前以为他们2个是一窝的，因为看上去差不多大小嘛。然后一对比起来，我自己朋友的都还没有来得及寄，就是寄了那个买家的，因为现在真的那个顺丰还蛮贵的，我舍不得。新年快乐，雨一天空。后来他们两个在一起，待在一起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，一个大一个小。原来用肉眼看的时候是差不多的。倒也没有胖，他是身材很标准的，帽衫很喜欢是吧？喜欢就好。我们的帽衫帽子特别好，又软，然后又挺。哦。谢谢你，谢谢 Dimon。冬天嘛，我都是会买很多卫衣，就是原来我自己没有做的时候，我会买很多卫衣。我是比较喜欢穿卫衣的。
夏天就秋天的话呢，春秋的话呢，就是暖和的天气呢，就是里面背心或者 T 恤，或者是外面一个开衫，或者是里面一个 T 恤，里面一个贴身的衣服，基本上就是这样穿吧。然后夏天就是你们知道的，我夏天都不会换别的衣服了，背心、牛仔短裤啊。哎呦，他怎么这么开心呢？飘哥今天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啊，飘哥是年二十啊，不是那个圣诞前一晚上来家的，今年在我们家过的第五个年啦。我看刚才还有一个什么问题我没有回答。找老婆，他老婆在呢。糖葫芦刚才被狗拿走了，现在我拿回来了，在这里。他可能没有看到。啊，平安夜前夜，对。熊哥穿红衣服，那不得连尿几天床啊？至少尿一个月吧，几天都不行啦，是不是啊？如果喜欢。懂事乖巧、小警长的朋友，记得跟我来领养我们的小点点啊！下巴有颗心的猫真的很难遇到，然后又穿礼服、戴手套，是不是啊？有板有眼的，永久性的制服，他的是 喜欢的话赶紧来联系我，因为怎么讲呢？就是他还有一次疫苗，如果打完了绝育了，还没有人领养的话，就会被放回去了。所以说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就像我们奶酪领养出去了，然后很多人说要领养他，对吧？你会后悔的。去年的这个时候。是九九来家，然后还有2月才是九九来家，一月是我们小卷卷，你看他搂着他的热水袋，他搂着他的热水袋，好好笑。这个他现在这个样子还是挺好的，就是外面虽然在放炮啊，但是，还好。如果小区可以放就完蛋了，等那个炮响过了啊！我时常觉得后面还有一响，也不知道到底是还有没有，总觉得后面还要咣一下才能结束。今天可能挺多人直播的，虽然是春晚。好了，我们来吃罐罐啦，小朋友们来吃年夜饭，第二顿年夜饭。是，我也害怕呀，我也怕放炮的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家所有的窗子，基本上就是楼上吧，楼下没有什么窗子都是关着的，然后把楼上的本来留了一条缝透气的，然后那些窗子全部都关上了。把它关密了，就基本上，能减少一点点音量，是一点吧，是不是啊？我也不敢保证它完全没有声音，但是能减少一点是一点。哦，农历年是吧？对，那是农历年，按阳历算的话就不是啦，其实我也不会啊，什么农历、阳历我不会算啊。就像今天我看到有一个热搜说虚岁和实岁，我看到那个我就很头大，因为我常常不知道该怎么算他们的年龄，所以我就干脆不看这个。哦，声音很大，那你们还能听到我说话还是不错的啊，我以为听不到了。好了，小猫咪来吃饭饭。
一下啦。先给弟弟搞一些在小房间吃，吃嘛。哎，欢欢，哎，小欢要吃啊。嗯，小欢等一下啊。哦，小欢要吃啊。你别来，他想爬上来。哎，欢欢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你要干什么。你是一个坏猫。哎呦，这几个猫真的，我服了。他以为我会在上面分饭，所以爬到上面去了。这个是乐乐的饭，我先给他摁碎了，给他拌一点那个零食罐头，要不他不吃。这个猫真的是好难。昨天说要去问米多他们医院怎么给他喂饭的，结果又忘记了。嗯，里面那些是零食罐头，是汤罐，希望他吃啊。他一吃这个罐头，他就是舔的，他不会用那个嘴去吃，所以说蛮麻烦的。哪来了嘞？对，你吃了啊。先把这个小门关起来，要不别的猫会去吃它。不知道它吃不吃，待会看结果。觉得猫妈妈真的好难抓啊，它这么久了就来过一次，在那个笼子门口看了2眼就走了，就这段时间都没有见过它。嗯，也不知道它是太警觉了呢，还是它有地方吃饭。花花，等一下的花花。嗯，脱衣秀的这个来了，搞脱衣秀的，他饿了，他就会出来的。花花在抢圆圆的饭吃，好坏的这个花花，他吃了他还想打圆圆。哪他？哪小大头？吃了一点点，回了个口水兜，红包没讨到，饭也不吃。哦，妹妹来啦！哦，妹妹要吃，马上安排，马上安排啊！宝宝来了没有，小宝？
估计他要去拉个什么东西，待会再回来吃。这个乐乐是个直肠子。爸爸，妈妈，妈妈，你看乐哥就吃了那一点点，剩下的给熊哥，给他放一点热水。妈妈，去哪里？给他加了水的。多喝一点水好。女明星刚才来了的，现在不知道去哪里了。顺子来呀，顺子啊！点点不能去抢他的啊，他会打你的。点点，你看是不是？我说了，他要打你的。嗯，点点，不能去抢他的。哦哦，哈哈哈哈，啊哈哈，啊哈哈。每个人喜欢的猫不一样，就是有些喜欢毛毛，有些喜欢，就像喜欢小熊的也有呀，是不是啊？行了，不要去抢它的东西吃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要去抢它的东西吃呢？乖了没有？嗯？那老师给啊，老师给，那点点点点点。哎呦，给我小点，那小点来，小点。阿玲已经把理查花的和妹妹的都吃完了，阿玲一个，那小点，吃，小宝来，小宝，宝来了没有，宝宝？大头也不吃了，在那里。这个大头，他穿的这个衣服还挺暖和的，所以就让他穿着吧。圆圆已经吃饱了，圆圆其实是已经吃第二碗了。嗯，现在不会蒸了。我也不知道啊，可能这个罐头它就是好吃啊。主要是我们家所有猫都吃，所以我就买的这个罐头。其他的我也买过，但是都不怎么吃。像之前买过那个西兰蒂还是什么，还有那个 cats 德国的那个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我买过三四种吧，他们都不喜欢吃。然后就给他。圆圆吃的很多，所以要让它先吃。圆圆、毛毛，以前是噜噜，后来是玲玲，他们三个肯定是要先吃的。然后现在再多了一个小点点。哦，我们家吃了好几年了，吃了有，反正妞妞有多大，吃了有多久。
之前呢是吃一点零食罐，他们以前的老猫不怎么爱吃罐头，就会给他们吃一些零食罐，日本的零食罐。到后来，有小猫了以后，大猫可能看到小猫在吃，然后就也跟着吃，才给大猫吃的。大猫它喜欢蒸的牛肉和鸡肉，但是那个没有什么营养。顺顺，怎么不吃呢？那里有一碗他不吃，跑了，把小宝给拱走了。要吃小宝的，谢谢1800投喂的粉丝牌，谢谢你。阿玲总算吃饱了。阿玲没有把旁边这碗吃了，就证明她是真的饱了。鹿爸爸，鹿鹿在我床上睡觉。鹿爸爸，鹿鹿啊，鹿爸，看能不能叫来啊，鹿爸。他以为我叫他，弟弟，你的饭已经被飘哥吃掉了啊！待会再单独给乐乐吃那个他的水饭。对啊，他是10斤，你看看起来点点。看起来跟熊熊是不是差不多？熊熊是很会藏肉的，你看不出来它胖。别哼，再哼一下。人家猫要是去吃它的，人家猫的罐头放在那里，它在那里骂猫，不让猫吃，真好过分。看到吗？看到它呲牙吗？它在那里偷偷，它以为我看不到它。BB 12斤。我去拿过来，他在那里偷偷的呲牙，他以为我看不见他，很坏了。OK，吃。就在这里舔，对，对呀，在那里偷偷的呲牙，他以为我看不见，结果被我看到。我因为我加了水，所以挺多的，其实不多。乐乐吃剩下的那个，因为那个乐乐吃剩下的那个会有一点零食罐头的在里面，比较。适口性比较好嘛，所以就给熊哥吃，就是为了让他多喝水。哦，我还是不会的，不要教我，我觉得脑子很乱。是，飘哥很有餐桌礼仪的，讲究。别来呀！把罐头拿给妈妈，那个罐罐拿给妈妈，给妈妈。他吃完他的，他还要吃一下别人的。我去给猫妈妈放一点罐头，那两个在讲小话，一边喝水一边讲小话。去给那个猫妈妈放一点罐头，今天过年，就让它吃一餐饱饭，安安心心的。
等我一下啊。完蛋了，这个地板又翻翻了。怎么啦？这个家伙不吃，这个家伙为什么不吃？小顺子，顺爸爸，为什么不吃？啊？那个在咳嗽，不打扰他，让他安安心心的咳。刚才肯定是喝水的时候呛到了。我老是听到有猫叫声，不知道是谁。我现在把那个他们没有吃完的那个肉放在一起，待会把这里面的肉放给 B B。你把那个罐罐拿给我们，把那个罐罐给我们，罐罐，对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大头，大头，妈妈帮你脱掉吧，大头，大头已经不行了，这个马上就要脱了，给妈妈给脱掉。好好笑，这个衣服虽然是狗子小时候穿的，但是大头穿还是有一点点大。
明年要买一些新衣服了，我们家的衣服都是旧的。还有几个玩具没有带呢，我现在拿出来。妈妈给一个糖，要不要？这糖，顺着来，来，要不要？马上就要上头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小顺，小顺子，来，再给一个，要不要？完全不感兴趣，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妹妹还在穿她的衣服，对吧？对吧？要脱掉吗？嗯？要不要脱掉衣服？对，那个是猫，不是猫草，那个是猫薄荷的，猫薄荷做的。但是我已经放了1年了，应该就没有什么味道哦。已经被打下来了一个顺子糕了，估计另外一个也快了啊。哦，又掉了一个，哎哈，全部都掉到那个缝里去了。好了，不用玩了。阿玲去捡起来，把那个捡起来。捡起来呀！老师帮你捡啊，来，那丢到那边去啊！你不要去搞，那个是猫的，你不要去搞。妹妹，妈帮脱掉，来了，不会动啦。妹妹，哈哈哈，不会动了。剃掉啊，剃掉一部分呢、啊。我们家毛毛就是这样的呀，剃掉一部分，你没有其他的办法。妹妹，好好看哦，妹妹。你穿吗？你穿不穿？你想穿吗？我看阿玲很想穿的样子，要不要给阿玲穿一下？说的好像我能给她穿一样的。哎，妹妹，妈妈帮托呢，来了。对了，好了，瞬间蓬松。好了，去玩啦。对呀、啊，帽提呀、啊，都是帽提，除了大头那一件。阿玲穿不穿？阿玲，飘哥又在叫了。哎，这个飘哥啊，飘哥这样叫的话，就是在找大头。大头在哪里呢？飘哥。他都不穿衣服了，你还不认识他？这里面刚才就是小猫咪今天晚上过年吃的那个鸡胸肉，两大盆全部吃光了啊！因为我们想吃饭呢，今天自自在在的吃，所以也没有去拍什么直播啊吃播啊，或者是说猫咪吃年夜饭啊，就没有去拍这些啦。明年的时候会提前拍。其实春节的片子都是提前拍的。没可能说到今天再来拍，然后你们能看到，没可能了 明年呢，我们就准备像样一点，然后拍一个提前过年的吃播给大家看。阿玲，你跑一下，让大家看一下呀。想搞一点什么才艺表演，他偏偏他不动，你说怎么办？这个猫它不动了。看一下大屁股啊，给你们看一下大屁股，看一下这个大屁股，女明星就是这样的啊，梨形身材，然后曲线很好，结果脸还很小，耶，摸一下能怎么样呢？是不是啊？
顺子是粉红色和蓝色的，真的是好漂亮。谢谢，还抹了小胭脂。顺顺，谢谢你来到我们家啊！谢谢网友救你，然后让你来到了我们家，是不是啊？顺顺，在奶奶家开不开心？嗯，小顺子，开不开心？丁香色哦，那个叫丁香色，我还不知道呢。我对这些，大头又在放毒了。等会马上要去清理，我先收一下碗。果然一股菊花香瞬间飘过来。现在是给乐乐在喝水。好喝吗？我把你的钱包拿下来啊，要不这个钱包打湿了，明天就不灵了。对，好了，喝了，是不是啊？明天钱包打湿了就不灵了。我去清理一下大头的粑粑。好不好，亲？吃的好香啊！哦，样品都是绝版，这个是真的，样品都是绝版。那个样品印的不好，所以我自己用了。他要去尿尿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应该现在要去尿尿。去了，去尿了，去了。
第一个是他的尿布盆，第二个是猫砂盆。他一天要喝4、5次水，就是现在因为他刚刚生病嘛，然后平时的话呢是3、4次。那好，你别分开了。好，你喝吧，喝吧。哎呀，这个大头要喝就让他喝吧。我本来是想给小熊喝的，结果小熊没喝上。哦，喜欢就好，谢谢你们喜欢。老虎好，兔子好，今年是你的年。不止，我每天给他的不止210毫升，因为最近他生病了嘛，所以会多给一点。我是1公斤按40到60毫升去算了，就最少要喂300毫升。然后剩下的120毫升就靠他自己喝了。喝呀，吃呀，吃呀。对，一瓶500毫升矿泉水，喝掉2口就是他一天要喝的。没有吃镇定的药。会的呀，会的呀。罐头它是这样的，罐头里面，比如说它每个罐头的含水量也不一样的。像这个汤罐的话，它60%是液体，如果是主食罐头的话，它可能30%到20%是水分。所以你要比如说它吃了80克的罐头，然后你要算出来它这个罐头里面到底有多少水分，要算进去，就是这个是要最少保证它最少的一个饮水量。如果是他自己再能喝一点，那就更好了。就像乐乐，他是会自己在喝的，他也很爱喝水，就挺好的。他主要是不肯吃主食罐，这个是一个问题。如果他肯吃主食罐的话，再加上喝一点水，那就很好了，就一天的饮水量都是有保障的。但是他爱喝水还是有问题呀，因为他这个问题不是爱喝水和不爱喝水引起来的，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闹心的，主要还是要让他心情好愉悦，然后再加上补水就好了。我们家现在的罐头他是爱吃的，只是说他不爱吃主食罐头。那这个本来是给他喝的，大头喝掉了。是的，是的。晚上好，梨子。对呀，对呀。你看，熊熊来晚了，没有了。熊哥，哼。不要着急，这种时候就要冷静，因为你着急也没有用，就是要找到方法，然后各种尝试，就是不能着急，着急了以后人就失去主意了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然后不能着急。是主食罐它没有诱食剂嘛，所以就不够好吃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我准备结束的时候再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对，不慌不忙，慢慢来。我是遇事就会很冷静的那种，就是我的经验告诉我的，还有我的吃过的亏告诉我的。谢谢胖子，就是不能着急，焦虑是肯定的，我也焦虑，但是你不能着急，就是可以焦虑。我早就面不改色了。
那个床单就是给他尿的，反正有洗衣机嘛，我没有关系的，只要他不在我的货品上面尿，在哪里尿都可以。没有关系的，他肯尿就是好事情。那天就是很难很崩溃的那天，是因为乐乐在生病，我也在生病，然后我还发烧，他把床尿了，就是把我的被子尿了。如果是没有尿在被子上，可能床单我凑合一下，哪个尿垫铺上去我都睡了的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生病了嘛，真的是很难受。然后他尿在被子上，你说你要怎么办？是不是啊？你不可能盖着一个湿被子睡觉啊。再理智的人，总有要崩溃的那一下。啊，他在舔碗，他在舔碗，他把阿仔的工作给接过去了。好了，吃好了，熊哥，你身上是什么东西？身上，啊，身上那个肉肉是怎么回事啊？是谁搞的？把那个碗收了，只要肉肉喝了水就行了。又打。他又喜欢爸爸，他又想跟爸爸皮，爸爸不想跟他皮。毛毛有来，但是现在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毛毛，小毛，刚才还在的，啊，一开始就来了，蹦蹦跳跳的，但是现在不知道哪里去了。弟弟。他肯定是刚去尿了，然后一直在抖他的手，就是手上可能沾了尿尿。怎么啦？要怎样？玲玲，玲玲，吃饱了就不见了的猫就是这么现实，只要它饱了，你就看不到它了。哦，来了，哎呦，你看这个好坏的这个家伙。他就是不走正道的这个孩子啊，他就是不专门搞偏门，就是不走正道。对，毛毛吃完冻干下班了，是的，对。你在那里搞什么？不要去吃那个肉啊，不是给你吃的，他又看上我的肉了。上面那里有一碗肉，是待会要给那个 BB 的，看上了。对呀，他搞得像法外狂徒一样的，狗子哥跟狗子哥差不多啊。九九家的狗子哥就是法外狂徒，你看他要干什么？不可以，怎么还没吃饱？这个猫怎么回事啊？我把它盖起来，有可能待会把我的全部都推下来，它很坏的。他为了吃的东西，他可以什么办法，他都要想出来。我们家那个我们家的垃圾桶就是厨余垃圾桶，是挂在柜子上面的，就是为了不想让猫和狗去翻它，然后是挂在那个柜门上面的，还有盖子，还有塑料袋，严严实实的，但是它就能去偷吃。你说它坏不坏？就不管你怎么收？他想吃，他总是能有办法给你打开它，然后要吃到嘴里。好啦，谁要领养小点点的，赶紧下手啊！要不到时候绝育了，耳朵就要缺一块了。那时候就影响他的耳朵的完整性，当然。小猫咪够可爱的话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就像我们熊熊，是不是啊？还有 BB，BB 很多粉丝的呢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的。做好的面包，如果你不吃的话，最好是冻起来，就是不要放在冷藏，要放在冷冻室里面，然后吃的时候直接。表面撒一点点水，然后
高火微波30秒，它就好了，40秒它就好了，就是不要放在自然的那个环境当中去储存，也不要放在冷藏室，会变硬了。如果变硬了以后呢，你再怎么加温呢，它都恢复不了了。我们那个牛皮纸是是食品级的，我有放到那个检测报告上去，就它是食品级的。如果你担心它不够干净的话呢，你可以再隔一点那个叫什么那个纸，厨房用的那个烤盘纸，你可以隔一点。对呀，对呀，能在外面生活的小猫咪都是有点本事啊。吸油纸也可以。对了，昨天你们让我试穿哪一个衣服啊？我忘记了，所以我没有。你们是让我试穿哪个颜色啊？我忘记了。我说今天试穿，然后我忘记了是哪个颜色。我有拿下来这一包衣服。哦，那放包装袋就更加没问题了。我们呢是就是会放那个就是用来烤东西的那个叫什么纸，然后呢再放面包，就是这样放，没有加塑料袋。没有，如果没有在的话，我就不试了，我也不想换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想换，我觉得好麻烦。明天再来穿一个新的，我今天是穿的红色的。哦，他没有来，他没有来，他既然没有来，就不试穿了吧？好不好？啊，烘焙纸，对对对对对，烘焙纸，啊，就是放烘焙纸就好。是吧？红色真的好好看。我们那天去万师傅家，就感觉我们是穿了班服，女生都是穿红色。嗯，烘焙纸。对，我不确定它叫什么，我以为它叫油纸，我又以为它叫那个烘焙纸，我又以为它叫什么什么纸，吸油纸。记不住，里面那个盒子，大红色那个盒子，其实是一个新年礼物。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新年礼物，是又可以当暖手宝，又可以当充电器。我把它给外婆了，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可以加热的颈垫。就是那个开车的时候啊，还有坐飞机的时候用的那个脖圈啊，软软的，那个准备送给我们家下个月要从加拿大回来的彤彤，要把这个送给他。然后还有百家号真的是很用心，给我送了一个旅行箱，一个旅行箱，然后里面是旅行背包，还有旅行指南。还有各种，就是反正都是旅行用的，我觉得好好啊！就一看到这些东西，然后就觉得说，新的一年真的好想出去走一下，开始锻炼了。好啦，锻炼啦。对，好自律呢。我胖了6斤是怎么胖的啊？我本来是生病的那段时间瘦了不少，然后外婆一天4顿的给我塞，她也不问我你要不要吃，然后就给你做好了放在那里。然后我这种人嘛，就是看到吃的就会要想不要浪费它，就给它吃掉。然后晚上拼命的吃零食，我喜欢的什么猫耳朵呀，然后那个铁蛋呐。就吃完这个吃那个，吃完那个吃这个，然后再来一点辣的什么东西，
就那个嘴是不停的一直在吃，然后就一下就胖了6斤，我的天！我昨天称的时候我都吓死了，我从来没有长得这么快过。对对对，补了很多，然后又吃了很多。可是我真的就是很爱吃啊，没有辣条，我不吃辣条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对，就算大一也胖呀，对不对呀？就算是大一，我就算你那个大一2斤，好不好？那也是104啊，那也是很胖啊。然后今天外婆又给我弄了吃的，我说我要减肥，我说我要减肥，可是我还是在吃啊。啊，我们家会做那个酥饺，也叫油饺。那个酥饺是那个皮是用鸡蛋还有猪油和的面，然后里面放的是那个花生、芝麻、白糖，然后弄成饺子的样子，上面扭花的饺子，然后再用油炸，那个超好吃的，好吗？我一口气，外婆说你尝了没有？然后我就站在那里尝了20个。我现在真的好能吃啊，你知道吗？直接就尝了20个，跟饺子一样大的哦，油炸的。啊，我真是好服我自己啊！你也要胖吗？然后今天还有蛋卷，那个蛋卷是我最爱吃的，一打开那个味道已经把我香死了。如果我是在看韩剧的话，我可能一下就把那一箱全部给吃掉了。对，酥油饺，小豆豆应该是广西的，是吧？这个广西的才知道，广东的也有可能知道。啊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我会尝20个啊？我现在还味觉还没有恢复，就是我的舌头感觉有一点问题。哦，广东也有的，对，我的舌头有一点问题，然后我就一直想。就是吃出味道来，因为它间中会有一点点，有时候可以吃到味道。我唔知叫乜嘢咧，入边系有芝麻、有花生同埋有啲糖入边，很脆的，很酥的。然后就一直在吃，然后就 就想吃到那个味道，就拼命的在吃。我呀，我喜欢吃时令的水果，但是现在，哦，这还叫国仔是吗？煎堆不是诶，我想买煎堆，一直没有买到。下次我要，对，油饺仔，对对对，我只系叫，我哋系叫油角或者系叫酥饺，所以我唔知广东系点样讲嘅，广西就系咁样讲。应该有甜嘅，有咸嘅，系啊，就系、是、似有啲似饺子，上边嗰度系咁样整嘅，有啲似饺子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呢，原来系咁，知啦，下次我知啦，又在打架，小宝把水打进去啦。应该是阿玲，系呀系呀，芝麻花生，我也是甜的，我们没有做咸的，我没吃过咸的，反正我们家是做甜的。很好吃啊。我的嗅觉是正常的，就是那个味觉不正常。今天，怎么讲呢？我的嗅觉也没有那么正常到那么厉害啊，只是说能闻到味道，然后今天吃晚饭的时候，正在吃那个年夜饭的时候，阿仔走到我身边，我的鼻子突然灵了10秒，就是很灵那种，就是什么味道都闻到了，然后就闻到他身上臭臭的。就闻到他身上臭臭的味道，失灵了10秒钟。哦，不是，灵了10秒钟，通畅了10秒钟。
这几天太冷了，不能给它洗澡，再等2天吧。啊，我生病了那么久，没有给它洗，然后这几天太冷了。虽然是阳光很好啊，但是真的很冷。我穿着羽绒裤都还觉得冷，对呀，被臭到了。好在只是狗狗身上的气味，不是那种真的臭味。要是那个臭味的话，会受不了。蛋卷嘛，是奇华的，我很喜欢吃奇华的点心。像那个月饼啊，如果我花钱会买的，只会买奇华，其他我都不会买的。我很喜欢吃奇华的。就是说，不是它不是最好的，但是是比较合我口味的，就是比较合我口味。像别人说，广州酒家的也很好吃啊，然后还有，还有一些香港有名的一些，梅心啊，或者系乜嘢啊，几多个牌子都系非常之有名嘅，但是我就是终于喜欢吃那个奇华的，就比较对胃口吧。哦，还有荣华，对，都蛮多有名的呀。月饼、美心，我是真不喜欢吃。对，我就喜欢吃那个朴实无华的味道，真的。就不要太多花巧的东西。哇，崩沙好吃诶，居然会做崩沙，好厉害哦！蛋散我一般般，但是崩沙我很喜欢吃。啊，我口水流了，被你讲的。待会我要去吃，怒吃2斤。啊，腊肠的蓉啊，对对对，蓉华的腊肠可以。不行不行，待会我要去吃2斤。双黄莲蓉五仁，它的五仁很好吃，那个它有那个叫什么 XO 酱的那个五仁特别好吃。今年没有买到，我今年没有买到那个 XO 酱的，什么姐？什么姐 XO 酱，沙姐还是什么姐 XO 酱？他家的东西没有我不知道的，呵呵，没有我没吃过，我真的很喜欢。等等呀，很多吃的啊！我今天买了水果，买了那个，买了香蕉，买了西瓜。西瓜因为买一次可以吃很久，不是吃很久啦，就是可以吃，可以放心的吃。然后外婆买了橘子，买了苹果，苹果我喜欢吃面的苹果，买了面苹果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梨吧，我忘了。杏仁饼吃过，我不是很爱吃杏仁饼，桃酥还可以。你又买乜嘢俾我？而家冇啦，而家边有月饼啊？出年啦，啊都唔系啊，今年8月15。今年我冇買到，啊，舊年我冇買到，應該係當時係因為疫情嘅問題，唔可以快遞，應該係，對，就是粉蘋果，粉粉的那種，面蘋果，我喜歡吃那個呢，雞仔餅。我这个人呢，有一点神经的，人家买鸡仔饼都要吃脆脆的，我喜欢放软一点点再吃，我觉得那样很好，就是很有嚼劲。又去拉粑粑了，他居然去了猫砂盆，看来心情还行啊，今天他在猫砂盆拉的，刚说完，马上又去他的尿布盆了。过年这几天，大家就是烟花炮竹啊，还是要小心一些。因为我小时候是被烟花炸过的，所以我很害怕这个东西。哦，仲有软身噶，我冇买过。之前我买翻嚟，我都系放几日，特登唔好用嗰啲胶袋装住，就放喺出边嗰度。等佢軟熟咗之後再食。劫財大師心情今天不錯，確實是。我小時候被那個煙花炸過，然後衣服都炸壞了，所以我很害怕這個東西。就從那時候開始，就一直就是很恐懼。我看到有人在
点炮竹，哪怕我知道它不会很响，但是我也会很紧张，很紧张，就整个人都要昏掉的那种紧张，所以我很害怕的。过年我一般都不会出门。啊，今年要去玩了，好哇、啊，多谢晒。不过唔好买太多，因为你哋买嘢俾我都系买好多嘅。特别是米兰，他买东西给我，他都是怕我吃不饱、吃不胖的那种。哦，千万不要买这么多，喵宝儿还有一点分寸，每次啊就是买我们刚刚好吃到它不会变烂的那种程度。对啊，真的买多了，其实真的我吃不了，它坏掉了，很可惜呢。现在我让快乐姐姐就不要给我买。奇异果，它原来是一两箱这样买，根本吃不过来，你知道吗？每天都要吃好多个，变成负担。后来我跟他讲了，然后他就不买了。对呀、啊，妙宝儿他寄东西来都是每次量刚刚好，就是吃到刚好合适，也不会坏掉，这样是最好的。大家给我买东西千万不要买多了，当然你们不买是最好的，我也不希望你们花钱，要不礼尚往来。啊，寄来寄去，对吧？他要去睡那个盒子，那个盒子我放在外面的时候，哎，他真的今天心情很好，哎，他也知道今天过大年啊，谢谢谢谢胖子，谢谢你，谢谢大家的投喂。你在干嘛，弟弟呀？啦啦。哦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你忙你的。今天过年不看也没有什么呀。对呀，我就再唠叨几句，你们忙的要看电视了，就赶紧去。是的，我也不啰嗦啦，那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吧，就不耽误大家跟家人团聚，要不要被老人叨啦，是不是啊？一直在看手机，也不讲话，也不看电视，也不跟我们玩。我就不叨叨了啊，那在这里呢，就携全家，给大家拜一个早年，祝所有的小伙伴们在新的一年健健康康，财源广进，事业生意，不是事业学业两开花，然后恭喜发财，兔年大吉，然后祝所有的毛孩子。腰缠万贯，万贯贯贯啊！祝所有的毛孩子腰缠万贯啊，健康幸福，新年快乐！谢谢大家来到直播间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很开心跟你们在一起度过了兔年的虎年的除夕，那我们就明年再见啦！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爱你们，爱你们，么么哒，拜拜。